请你认慈悲，前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你认五安，你认五安，请坐下。
哦，伊讲老师伊无即个体，所以就是讲吼，照着咱吼，咱遮个兄弟姊妹，咱遮个道理吼，哦，啊替老师呢，会当把即个道呢传离种万国九州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哦，即个红色个字个部分吼，哦，大概是安尼。那么，哦，咱来看红色个部分，即个疫情放松也是无完整。哦，啊，搁咧下骹遮，因为收到因护法甲即个意思接近个，甲捡做伙吼。收到难免遇到不顺个逆境，坚定个意志永远无变。哦，所以讲呢，护法先要讲即段个时阵，先讲一个故事啦。其实嘛毋是故事啦。哦，过去护法顾爸爸妈妈吼，十几冬个时间。啊，其实阮无遐个弟弟嘛是有时间较有回来啦吼，啊，甲迄种因太太做伙回来。顶一个月，因阮算讲第一我个即个爸爸吼，拄啊好因为疾病啦，就叫做心脏玻璃，就是讲心脏发生问题，吼、哦、去拜六吼，拄啊好来去上青商教育班去。诶，着进前日拜六起呢，讲伊个心痛痛甲，啊，即马同送去病院，送去病院了呢，医生讲啊，你这爱开刀，你这心脏有问题，吼、哦，赶紧着爱开刀吼，讲、哦、吼、哦，你这吼有60%个成功率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问讲，啊，你搁有啥物可要交代，吼、哦，要说讲要讲着对啦，伊可能在医生来感觉，伊嘛是知讲。虽然有成功率，但是嘛无代表讲会成功嘞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无啦，啊，着有成功率，但要好起来，要讲啥才来讲。结果开十几点钟，着无搁醒起来啊。哦，啊，伫即个当中吼、哦，因为伊安尼等于着是伊个太太吼，伊即个祖囝、即个后生，着是安尼连续不断个不眠不休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哦因为迄天护法去参加伊个告别，伊个告别式，啊去阮弟弟遐，吼住一暝。啊，迄阵阮弟媳吼，伊他甲我讲安怎呢？伊讲吼，哦，照顾病人吼，实在有够辛苦的啦。吼、哦，我吼、哦、感觉讲，我拄阮爸爸一届安尼吼，我才讲吼，你顾吧，你顾迄种，迄个阮爸爸的时阵吼，讲我顾阮爸爸的时阵吼。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尤其时间遐长，伊甲几工硬就受不了啊！时间遐尼长，所以伊早伊较有体会，伊无体会。啊，伊吼，即届就给伊爸爸安尼，伊较体会讲吼，哦，真正吼，照顾病人真正有够辛苦，所以较甲我讲一句讲吼，真歹势，我拢无甲你斗相共着啥，吼。啊，所以听到这句话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较时啊要讲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有经过迄个过程的人，吼、哦，你较有较多通体会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呢，咱吼、哦，尤其咱吼、哦，咱遮的前辈者，为着吼、哦、国内国外的道路吼，安尼足辛苦的时阵，历尽风霜吼，而且呢，你这个当中会遇到无数的逆境。哦，但是呢，伊嘛拢坚定意志，吼、哦，无变。所以讲，何况你再讲，只有身历其境才有个印象，就是像何况头拄仔，哦，阮，吼，何况个姨妈安尼讲，伊家己亲身有去体会着，吼、哦，伊较吼有迄个印象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尤其呢，像这个为着三折普渡的重任，甚至咱国内外，吼、哦，拢一定就是讲。尤其是咱遮像咱遮点传输面，拢就是吼，去国外，不但是国内，去国外吼，伊嘛是，哦，非常非常的辛苦啦，吼、哦。你看像咱过去咱的经典传输，师母甲赞叹讲伊背着慈悲走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吼，伊有够慈悲，啊，伊迄日互他参加蔡典传输去。真哩，遐真哩，开始讲吼，你出国，你爱怎样宝贝？
咱两个宝贵是啥？就是慈悲甲爱心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咱遮个，吼、哦，在遮遮个当看书嘛是拢，真正拢带着这个慈悲甲爱心吼、哦。因为咱做电焊师迄阵啊，那出国去开荒的时阵吼，伊迄时代菜料吼，哦，实在拢早有够济，唔了菜料啊，着食个物件足济，逐摆去逐摆去超工。啊，咱即摆菜电焊师嘛是安尼嘞。塑料袋去，哦，拢大家吼，拢超工的呢，超工是爱还钱的呢，哦，啊，伊知道咱的迄个做电焊师嘛是安尼的吼，所以讲，咱遮的电焊师们，其实吼是拢背着吃背着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不管无法想象的这个的辛苦吼，迄真正是咱无法度想象的，哦，像迄只。像迄阵啊，蔡炳川书记，哦，伊回来吼，捌咧讲哦，讲咱像迄个道歉呢，十点我敲电话来，哦，蔡经理，蔡经理，哦，我真是都想要去福建遐食一碗面咧。啊，各位先生，若当咱伫台湾碰到安尼的时阵，咱会安怎想？咱会怎讲？讨人个七，讨人个迄个三米半面，要搁来食面，那好较可怜个，安尼想啦，安尼所以好较无，也搁无到自悲心甲爱心啦。那蔡经理讲吼，哦好好好，你来，随便煮一碗面好食，吼，安尼嘞，所以这就是自悲甲爱心嘛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当然离遐吼，碰到这种吼。其实，这讲起来吼，这是一一两一三尔。其实吼，搁足侪足侪吼，咱讲不为外人知，迄就是讲吼，咱无亲身体验，咱无吼，安尼大家做伙去开荒，吼，无法度去体会，因为你出国开荒，吼，你得爱牺牲这个，甲咱的亲人吼，做伙的这个时间，啊，咱有当时啊去，咱得相处。哦、所以讲，咱有当时仔你就无法度离遐吼挂足久。啊，所以咱遮个点传输们，拢安尼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所以就是讲牺牲这个哦，咱的咱的世间的这个兄弟姊妹的这个这个感情，哦，啊去离遐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唔只系咱个老前人讲一句话，是讲，哦，出国开荒，哦是，哦出国开荒呢。就是讲，上来讲的，加倍的薪水啦。你若讲以公斤来讲啊，哦，咱当然咱即马，咱虽然咱收得了，咱爱办得，办得呢，其实就是咧，什么话咧？迄间学校听，迄从迄人咧听讲，咱其实成功了，就是咧赚天币。咱若讲伊较自信，讲吼，功绩是非常的大啦，
吼，伊即个用即个相来讲啊，吼，啊当然呢，咱袂使用迄个相，因为这是咱的使命嘛，咱是要向老师吼做伙共同用啊即个三字普渡的概念嘛，吼。啊，然后即个苦海中驾着大法船，何患无缘快快冰，无家己好光景，千方百计吼费心神。哦、所以讲，伫苦海当中，即、这个教授叫即个大法尊，其实呢，譬如像咱即，咱一个佛堂是一个法尊，但是咱一个单位嘛是一个法尊，吼、哦，啊一个法尊呢，啊头前有一个掌舵的人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的点传师，即、这个掌舵的人，伊就是咧把握即个方向，吼、哦，咱若看白莲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可能捌看过嘛，吼、哦，是头前一个掌舵的人，啊，即、这个两边。即个船的内底吼，大家吼，吼安尼坐船啊，吼，大家坐船啊，是毋是大家诶？即个方向咧，坐诶会当一致啊，吼啊，所以就是大家爱重，大家爱迄个同心协力啦，吼啊，所以老师伫遮甲咱讲，咱看到别人还佫伫苦海呢，爱有即个大一个作用，爱发挥再加根。来把众生出苦。所以老师甲你讲哦，讲多年啊，发出你的爱心，点着你的智慧之光吼，啊，伸出你诶即个无为慈悲的双手，去行无数利益众生的即个功德啊吼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老师甲咱讲的，所以吼、哦、咱。无非就是拢希望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坐上即个别样的法船吼，啊，大家做伙吼，回向灵母。吼，老师伫遮讲啊，万多你了解师的心情，吼、哦，老师呢万一惊期待着多你早日回天庭吼、哦，所以讲老师伊嘛是，吼、哦，一惊咧盼望吼，才会多你呢，大家会当精进吼，会当有精进。的心吼，啊，做伙呢，将来吼会当甲老师吼，大家吼做伙携手吼，共同吼，等于咱的如今故家乡吼，会当做伙等于到天庭吼，啊，这是伊吼，咱今仔日这段大概一年吼时间的关系啦，本来吼也搁较早，吼，啊，想要用一条歌就是咧讲吼，伊咧讲修道的艰苦的一条歌啦。调一调吼，调歌就是啥物？咱过去咱酒店文书吼，咧个别唱的时阵吼，就用着的一条歌，歌一调吼，都符合咱这个心境就对啦。这个修道尤其吼办道的这个辛苦的这个心境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吼，咱就无爱去吼去放这首歌啦吼。啊，咱即马现在呢，咱就来听咱的圣歌二人组。唱这条《思任谁替》的这个的这个新歌。